球场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好久没来了。主场你觉得怎么样？16岁的开始打的，就因为有一打敢进来打了，这段掐了，有点歧视。这是被人，这是采访一下，觉得这个球场怎么样？采访你的意思，你说，能听不见。觉得这个球场怎么样？凯哥可能是湿的少点呗，群主是做球场工作的。球场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跟大多数设计中心一样吧。然后地板就是看着脏，但是其实打起来可以了。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，看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线太乱了。态度很好，场地大小比较合适，篮筐也比较多，环境也不错，灯光也不错，唯一就是没有坐的地方，凳子比较少，然后有时候也不让你用桌子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啊，我觉得我们比赛打的整体还不错，主要是因为我，所以说我们没有输太多分。问一些专业的问题吧，比方说我的课多少钱一节？这好，拜拜，我们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做下广告，我是 Lily Fitness。